晚上8:05，一班身份不明嘅歹徒喺演出中心嘅演唱会现场开枪。Sir， 我觉得今次行动好被动，但系收集唔到准确情报，令到 SDU 判断唔到对方火力同埋人数。我觉得我哋装备不足。绑架人质系瓦干布惯常嘅手法，不过佢哋应该知道警方唔会同意呢种交易。系陷阱，扑灭！你如果瞒住我哋，再冇不法嘅嘢，我一定唔放过你。佢哋要对付我，就一定要报答。不过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有咩危险，你冇 backup。我哋嘅行动好多时都系同性命有关。我只有一个希望，我真系带住一班自信同埋互信嘅飞虎队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目的无畏。我嚟紧做嘅嘢，你可能会未必认同。我怕會掉你，咁我又想知道你會做啲乜嘢，我係唔認同咧。你到底係咩？做卧底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的。只要揾到幕後嘅反出嚟，就算我死我都唔會後悔。點解要出賣我 ？You're so damn naive。點解我越嚟越覺得你係針對佢？可唔可以将呢个决定唔系由你做？你咩脾气？点解我最爱同埋最亲嘅人都要离开我啊？点解啊？